好的，欢迎收看由上山大师给您带来的第一视角解说。这边的话是我跟我的朋友，开一个三轮黑，我是打了一个 TK，然后二楼是我朋友打了一个小强，三楼是一个潮汐。那我们这边还配了一个火枪和一个神谕。对面的话是宙斯、斧王、巨魔、沉默，然后加一个巫医。这是一个老版本的录像啊，也是之前因为有一些事情，所以说没做。一个老版本录像，当时的话，巨魔还是非常强势的。啊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把的发挥。这边的话，照常是来抢符。一般来讲，现在天梯的话是我们抢上符，也就是进位抢上符，然后天再抢下符。一般情况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比如说有屠夫啊，一般来讲好像也只有屠夫吧。有屠夫这种情况的话，怕被勾，所以说会换点，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是抢上符。然后进位的话抢下符，主副情况下是这样做的。这边的话，看到对面有一个人在下，那就肯定抢下符了。我直接把上符吃了。机器大战已经开始。你的死是给我的功。TK 这个版本的话，自从之前几个版本把那个远古也改成机器人不能伤害以后，其实 TK 的那个经济受到很大损伤啊。本来能刷远古也的话。TK 的那个经济会加了很多，哎，这边怎么有这种东西啊？哎，一个 E，E 都不用了，被他散弹打死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血条感觉有点奇怪啊。继续补刀。这血条总感觉有点奇怪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今天哇，我也是刚更新完啊，可能是刚更新完那个，哎呦，这边是想打断，用 T 打断他的那个小心化，可是刚好那个走到上坡一下丢失视野，没有打断。现在就回来，应该补不到了。一下，这个不 A 快了。对面是宙斯已经拿到了瓶子，那这时候打断不打断的话，其实已经无所谓了。这时候就是保证好自己的补刀，赶紧把自己的瓶子打出来。因为有瓶子的宙斯消耗是很恐怖的，冷 A 两下，用下刀。看一下对面装备，并没有鞋子。其实宙斯出门的话，推荐是直接裸屏啊，不是直接竖屏，不是裸屏，两个数字，然后队友养个次数什么的就可以了，然后 C 几个兵就有屏了。你看这 C 的，好，我的瓶子也到了。这漏刀了，哎，这小地方开始啊，果然要打断，等不了，躲一下他的 C 弹射，哎呦，这一个技，克平克平，阿克吗？要等一个 TCD 吗？哎，刚刚好。果然是等一个 TCD，又喝了两口瓶。哎呦，这一直跑上来去。这个应该 A 一下够了，因为有那个在。这好伤啊，这一直巨。现在的话还有半分钟才有符，跟他拼拼看。哎，他还有个次数，但是他也没拼了。鞋子是已经到了，
我看下一个服了，直接跑去墙上。我吃了。什么服？哎，加速，直接跑上去。看看，没机会。哎，一下，哎，刚刚好。科学还有你。科学瓶。哎，那他也死了，一个亿。Double kill。这是10%的技能，没有看懂啊！一个加速服你怎么追啊？直接就等飞鞋 ，TK 就是这，一定要是鞋子。这边是想看看他有没有那个人，看看有没有吃素什么的给我一个，没有。刚刚走下去的话，怕他这边有眼，一个 G 一个 C， 然后可能到六了一个大，我就死了。把兵器拉回来，一下，两下。都是秘法鞋。A 一下 ，nice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是浪了，血太少了。嗯，嗯，等我再看看。TK 这个英雄的话，尽早飞鞋做出来，然后的话。打个魂剑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游了。哎，还差1000块钱飞行。好好发育。这个时候 TK 的话又最好有飞鞋的资源，除非碰到什么符啊，比如说像我刚刚碰到的那个装的那个加速啊或隐身啊之类的，其他的我倒感觉一般了，隐身加速之类的可以去尝试边路帮忙支援。但是并没有提到，那这边的话就继续混。TK的爆发其实还很高的，一踢二连，整个 T 的 CD， 能打到就打，给他一个一踢二连。这波并进塔还可以。还是继续保证自己的发育。哎呦，他反补！哎呦，反补！天辉上塔快要散架了，准备去控服。天辉建筑跟我一样坚固。你踢到了。这样的话是自己准备去控服，把蓝先耗光，喝三个瓶子，看有什么好服。没有什么好服，那就先继续回去打飞鞋，就差300块钱了。哎呦，这是打。我看过去了。哎，他在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哎，这没看懂啊。这是想过来单杀我吗？你也搞笑了，讲道理嘛，这你都想单杀我？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，飞鞋已到，8分钟。
接下来的话就是打个魂戒，就开始游。但是这次用上的话也没什么装备，这一个巨真的痛啊！直接飞回家。遇难了！给你们机会，飞不飞？啊，飞上了，配合小强做一波事情。净生锈，我的双眼。我要拿显微镜来瞧一瞧这第一滴血。哎呦，差一点杀之道。不过还好，目的已经达到。我去拿魂戒，这就舒服了，有魂戒。看一下，夜宴中场的保质期快到了。对，散弹四箭。钱给我。夜宴中场的保质期快到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哎呦！只做方向的背向走里面，直接走回去就好了。前回这个应该能偷到。他这个是。这个解囊应该早点给了。灰中塔已经坏了。这喝了几个瓶子就，他原本是想说，直接死了省一个技能的蓝，那其实不应该省啊，省了就像是这样几口磨皮一颗。天回下塔时日不多了。导弹飞过去必死了。哦，真准！给他一套。夜宴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。万象神符。这里其实是骗骗他的，他如果给一给我，然后回头跟我打，我就杀，我是打不过他，没蓝。哎呦，这火枪！哎呦！继续，看到下路。马上飞下路，哎呦，那再见了，这你还想杀人啊？飞上了，漂亮，一个亿 ，nice。这打个跳刀，提高一下机动性。直接刷一下。一般这种情况，如果可以刷远古野的话，是很赚的。几波远古野一拉，然后放两三波机器人。很快的，所以说以前的 TK 有那种主导弹的加法，啊不是主那个机器人的加法，然后直接刷机器人经验啊金钱，都
都提升得很快。爷爷上台，但是现在机器人不能说话了。继续飞，继续打跳刀。我这把有宙斯，其实的话，跳刀可能是为了更好的一个刷大招的时间吧，比如说其他什么地方好。Nice。这是什么军团？直接飞回去，400块钱飞行，啊，400块钱跳刀，有跳刀的话，你就可以，比如说杀这些沉默之类的酱油啊，直接给跳到了。哎呦，又要死！这宙斯怎么感觉一天到晚都增加我们火墙呢？如果也对，皮脆，那个就一个 C， 差不多就死，再不死的话跟一个大。嗯，谁来了？哎呦！天回上塔快要散架了。那是，哎呦！天回上塔已经过期。这个时候三路都有了，中路的话不好上，太远了。应该还是飞死，哦，飞上了，死完这一波飞。嗯，跳刀了。一般这就是一个标配，就你这几个装备基本上可以算是可以打架了，可以打刷几波技能，而且的话切入也很好切入。接下来的话就看局势了，有直接出羊刀的，比如说你们这边控制着有直接出羊刀的，也有出冰甲的，也有出血晶的，也有出大根的，还有什么跳刀风障，还有什么推风障，这种防自己飞不出来的很多。我这边的话是准备接下来出个血晶，准备一个血晶的套路，刷得快嘛。喊下他们推下塔，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。这边塔还是满的，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。嗯，摔下技能，然后有魂器了。这斧王。总感觉萌萌的，真是萌萌的。哎呦，这下路又是宙斯杀狙击手。哎呦，这都走了。哎，我飞哪去了？我刷。夜岩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，准备做一个血晶石。哎呀，继续刷，给个 C。时日不多了。这种，哎呦，对面是我把那个车了。爷爷上塔，过去买个1200的球。这对面的话，物理输出其实就巨魔一个，但是巨魔上个版本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很难去阻止他跳到 BKB 之类的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阻止他。那是随时随便跳走，
对面都是集合在下路。夜岩上塔已经生锈，夜岩建筑已经雷打不动。夜岩上塔已经上塔看到安全以后，我就来下塔了。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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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宙斯大倒了，天回下塔时日不多了。这肯定死了。哎，还没死啊？哦，不知道。敲死了，但不划算啊，姐啊！我还在这儿。天回下塔时日不多了。对面这群人名字有点意思啊，看一下。哦哦，等等等，7777456锤子。天辉建筑跟我一样坚固。天辉下塔时日不多了。看一下巨魔什么装。天辉下塔已经七零八落。夜岩上塔已经生锈。继续飞刷钱。因为这个时候的 TK 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刷，然后打资源。夜岩上塔已经生锈，又要推中。要放几个导弹，放几个机器人。TK 的耗血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有导弹。打这种那种皮糙肉厚的可能比较难打，打这种什么宙斯啊、巫医啊、沉默啊这种脆皮，基本上两个 T 差不多就得残血。四级的机器人刷兵也很快。塔已经生锈，天辉中塔已经生锈，夜岩建筑已经雷打不动，夜岩上塔已经生锈。哎呦，天辉中塔已经生锈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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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辉中塔已经生锈。就 nice。就这样子停了。就刷。是没小兵了。打下打退了，哎，这宙斯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小宙斯，你打得过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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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送个如同神一般，哎呦，这波肥了，肥了，肥了，肥了。这宙斯是什么情况啊？哎呦，大根！你去买那个了，血晶。等一下，买好再飞回家买卷轴。血晶到手。下一个的话就看吧，一般来讲出大根吧。哦，这把是因为有那个巨魔，然后出个
出个绿障先，反正就看着补，接下来的话就看着补了。输出少补大根，控制少补补羊刀，还有什么跳刀吹风的乱七，还有吹风吹吹的乱七八糟的那种袖子装备也有人出，不那样的话感觉就你蓝很少了，不合算。也才飞中路了，那我就飞上了。反正这波用的话，他是没有跳刀，我不怕的。巨魔这种东西，对我现在来讲的话，有跳刀我很怕，没跳刀我还好。哎，你这么一点血，你还跳，你往哪跳？这么一点血还飞过来。Killing spree, double kill. 哎呦，没人头没拿到，没事，反正加了那个血晶了。好，绿障到手。这个我出个大根，那就主动物品很多了。别说我暂时还是两级的大招，那我觉得暂时两级大招够用了，不用加三级。夜爷上塔已经生锈，还是加了三级的大招。现在如果现在有这个血晶石的情况下的话，蓝一般回的速度还是可以的。夜爷上塔已经坏了，夜爷中塔的宝剑快到了，下路刷一下 TK， 要记得不要三五脑刷，一般就是就刷一路线，所以说跳刀这种东西很必要，因为你如果你没跳刀的话就会很容易被人抓。我这巨魔也出了一个跳刀，还好我这把是出的绿障，不会太怕了。如果你三路五脑刷的话，就很容易把队友刷崩，会造成你一个人肥没什么用，然后队友全穷。最好是就盯着一路刷，然后另外一些线的话，除非是队友收不到，或者说你先跟队友交流好，看他收不收，不收的话你再去收，倒没事。现在的情况下不敢去啊，继续刷一下，没有导弹，看我这导弹对巨魔来讲一伤害都没，感觉没什么伤害。继续来刷下路，又沉默一个大。我们这把超级快，哎呦 PVB， 好，开出来了。哎，你这想多了吧？没蓝啊，那还是有点不够用啊，三级的大太后蓝了。
刷一下。哎，应该再换个 C 的。忘却神符。就再飞，现在飞就小心点了。帮我赶紧走。哦，对不起，打盾了。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。车子，飞一下 ，nice。夜岩下塔已经过期。哎，哑了。肉山已被夜岩军团修理掉了。从来不死。回去拿大根。接下来的话应该是出了大根的话就是出虚拟刀了，看样子啊，出羊刀再保证自己的一个蓝量。这时候这种上路线肯定是给我收了，那别人不可能来收这里的线。看到巨蟒还跟进去了。夜岩上塔已经生锈。哎，是小强。继续觉得下路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TK， 你什么时候才能三路刷呢？就你这把局势很崩，就有的不敢出去刷钱，那你就三路，只要能刷你就刷，把现金要带出去。一直刷钱也感觉怎么说呢， TK 还是有 TK 这种英雄还是要有装备支撑的，不然的话就太难太不好看。哎呦，我三个时期了，那还有冰棍的来了。继续飞下，看有没有人来收线。来收线，有人来收线的话，可以跟小强配合一波。那小强好像走了。坚固，是因为是看到是他们下路有人过去了，所以说我才敢跳过去，因为他们唯一的控制就那么一个，大哥点他点。这是不会死的。夜岩下塔快要散架。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弹碎片。突破。哎，这个放大不是逗我呢，大兄弟。哎呦，这 TP 也是逗我呢。十五个血晶。哎，应该是暂时不买吧。暂时不买。那平时对于用户在家里的补给还是很重要的。这里如果再扣一下细节的话，就是你每次回家可以，因为有瓶子补嘛，你每次回家可以把那个装备都脱下来，大根啊，哎，特别是血晶石啊，把它放下来，然后补给。
加油，快跑！快跑！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。哎呦，他也隐身符，还是卖了。那羊刀，那羊刀出来的话，差不多基本上快成型了。看一下，好像后面是出了一个冰眼，就我感觉的话，进攻网会不会好一点？因为这么多脆皮，在保证没人切得到你的情况下的话，进攻的大炮不是特别高的。哎，对面也在，他巨魔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做出了一个冰眼。夜岩下塔快要三架，这我只能说，对面上个版本的巨魔太厉害了。夜岩下塔快要三架了，夜岩信使已被杀害。哎，谁的信使啊？5600。5600的装备啊！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。对面的话，信使是被我们这边杀了。5600的装备有点凶。Unstoppable！ 快点买得起羊刀了，马上就开飞了。而且这边是16个血晶石。含量补充也的话也很充分。而且有羊刀加血晶的话，你说的只能说回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。这玩意儿迟早用得上。左一下右一下。羊刀到手。他的保质期快到了。夜岩建筑已经雷打不动，36分钟，差不多6层装了吧？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飞鞋，所以说差不多这个就是6层装，最多把大根再升级一下，还有那个换成训练刀。你看这回来，哎呦，这回来已经无敌了。换个训练刀，对的。现在这种装备真的是可以见到就可以去杀了，而且基本不怕什么人了。对，这个时候买点眼，像一般这种边路的情况下，插几个眼，能让你抓人，也能防止让你被干。一直在等你啊。而且这时候对面线上也没人，我也不敢出去。哦，终于看到一个巨魔了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大。哎呦，在地上！秀他，看他还敢不敢走？看他！哎呦，还有个宙斯，算了！哦，这一下差一点！恢复神符！哦，这一波好惊险啊！刚好我跳走一瞬间，斧王跳过来后了。
并没有。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。继续刷。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往回跑，你看我这时候回来已经是42点了，差不多就两秒一百蓝，差不多就是恢复情况。哎，这时候小强又被抓了。这种军事局的话啊，小强很难发挥啊，因为对面就根本不给你落单的机会，所以只能就疯狂带线，疯狂抓人。这时候看到对面好像是在打，这是应该感觉到打 boss 了吧？并没有。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，夜岩已将肉山偷掉。哎呦！光进药桶，夜岩上塔已经生锈。我就直接飞对面高地，上面。夜岩上塔，就只好你高地塔。狙手掉线了，看看等不等。果然等了，那我们快进一下。哎，哦，又连进来了，这把好快啊！继续刷。像这种局的话，丢球都没办法，根本找不到对面落单的机会。那就拼命带线，提升自己的装备。其实这边自己这边如果输出够的话，如果单杀比较难的话，可以把大根考虑换成那个冰甲，其实会好一点。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。嗯，对面还有个开悟的吗？这边上很隐身的，然后我没飞过去，我感觉有点危险，现在没什么人，然后沉默这么大胆在外面一个人出现。尽量是安全的线，因为现在的话死一次很伤，包括血晶石，包括自己的那个神符。哎呦！哎，还有个。哎，有符。哎呦，都死来了！夜岩下塔，哎跑！哎呦，嘣嘣嘣嘣嘣！这是血晶石掉，不应该过去追。
哎呦，这师傅！哎呦！我不会向死亡低头。靠一句，斩首一闪。斩首一闪，不过这边游行一次复活还是快啊！寻你刀了。虚灵刀到手，那接下来就升级大根了。那现在真是升斩杀神，佛斩杀佛了。接下来升级大根，那就 OK。总感觉少了五个血晶石，瞬间就少了很多蓝啊。其实你这样真正一算的话，其实就每秒，也就每秒五点回少回五点蓝嘛，其实没什么区别，但是感觉差距很大。疯狂输出，哦，这个大有点过断了。兄弟，我不应该跳上去。可能是潮汐上去的时候没跟我们打好招呼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上，突然就一个跳到。你就想 TP 报警啊。小强子不飞了，四杀。父王从视野里消失。升级升级大根，这时候的话就是，哎呦，这连死两次好崩啊，血晶石只有七个。好几大根，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，刷机器了。夜眼中塔已经七零八落，金钱紧密相连，死亡与金钱紧密相连。回复。我们现在就是无聊刷了，我就没。很难给你落单的机会。放两个远程机器人，然后就跑。哎，路上耍了。敢飞吗？这其实可以，飞最右边了。那对面现在对面肯开悟了，三条线全灭了。
不管了。哎，这次看到对面在我们家门口过来开屋过来了，这个谁是谁？这是这个可能打 boss 了，赶紧去看。哎呦，在哪里？好远啊！哎呦！那个虚拟刀，哎呦，这无限晕，我真是。还好，还好有这个档。放了个空气。哎，这是巨魔输出，太恐怖了！18点的防，2700的血，这砍的都是差不多没了。红色神符跑得快。哎，这你一个人敢过来打我的？想多了吧，兄弟。钟声为我敲响。你们两三个人我怕你，你一个人就算你是巨魔我也不怕你啊。你 TK 有装备以后会怕你的啊。无限牙，什么叫无限牙？这次刷新了，对，我也快六层装了。满壶，那并没什么用。哎，你咋的？哎，哎呦！还好，就这么点血。嗯，他敢上吗？干他了！哦，这 BKB， 切！哎呦，要死要死要死！其实就他这种战斗喽。斧王劈！这个守不守得住？天辉中塔已经生锈。天辉建筑跟我一样坚固，打出了一种潮湿的感觉。天辉中塔已经坏了，天辉中路兵营已经散架，天辉中路兵营出现故障。幽灵甲不就不打你啊？这沉默也是
大刷新。沉默其实也很酷哦，给我一个大沉默，然后我就刷不动了，去找沉默。好像有人。给我护甲的钱。看到了。哎呦，这大沉默真是报警了。你还敢回来？你还敢回来？哎呦，两个臭酱油还敢打我！无限羊，加油！2600，我现在是真正的六神装了。但是老版本，如果新版本的话，还可以买一个那个叫什么鞋，我也忘了，反正就那个飞鞋，再升级那个鞋，飞到人身上。哎呦！哎呦，又死了人！哎呦！Rampage！ 哎呦！能再斩杀了吗？我把你拖到海底，这就是死亡。我得为此付出。枪竖起来了。架了！夜眼中塔的保质期，夜眼中塔已经七零八落。为什么现在不动了？ Unstoppable Only！ 夜眼中路军营是豆腐渣工程。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。已被淘汰。上塔快要散架了，哎呦，这输出！夜岩下塔快要散架了，夜岩下塔已经过期。前回上塔快要散架了，夜岩下路兵营出现，夜岩下路兵营已经散架，夜岩下路兵营已经散架，前回上塔已经过期。哎呦，这四个车！哎呦，这打火机！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！这火枪打的是真的痛啊！哎，有你，想跑吗？正好验证了我的理论。夜眼上塔已经生锈。哎，兄弟，你这复活不是抄袭那个宙斯一个打死喽？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。哎呦，这叔叔！这是什么军团？夜眼中塔已经七零八落，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。Monster kill！ 夜眼中塔已经七零八落，夜眼遗迹出现故障。特需区。夜眼建筑已经雷打不动。夜眼遗迹出现故障。差不多也没什么人了。就一个，好的，那我们就看到这里。下一这期的话感觉不是太精彩啊，因为我 TK 打的话其实也打了很多盘，但是这种我早该料到此物，这种怎么说，对面酱油全都包在一起的这种 TK 很难发挥，只能说还凑合吧，希望各位满意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